我觉得一会儿是这样，我们就先去嘛，然后如果说余矿各方面不好的话，我们再去找他们。哦，对对啊，对，我们就先去探一探那个仙女台。可以，我体验一下。老师好。莫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老师，我大概简单一下跟你讲一下我们现在情况。这个张亮老师，他是平时会钓鱼的，然后我是小时候钓过鱼，很久没有碰鱼竿了。子毅第一次钓鱼，袁珊珊老师也是属于是体验，就是没钓过。没问题，我们就出发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那我们走吧。走。走吧，钓鱼喽。走吗？我是最完美的副驾。呜。这就是我们的饵吗？太可爱了吧！还有一点，泡饵的时候一定要后方不能有人，后方有人的话可能勾到后面的人。对，这种。我们今天呢也不需要抛得很远，像这种区域呢基本上呢都会是有鱼的，我们只要抛出去3-5米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助投器和这个杆梢啊，它这个距离大概是相对比较近的一个位置，像这样的勾住，我们把杆子拿好，然后轻轻的这么一抛，在抛的时候呢把这个手指松开，这样就抛出去了。那我们怎么能感觉到我们钓上鱼了呢？会感觉有小鱼轻轻亲了你一下杆子。那如果纯放着它会来吗？它基本上不会，你需要慢慢的收，需要慢慢的收。哎，老师，我这钓到什么了？这是钓到我了。稍等啊，我来给解一下。是不是钓鱼不能站这么近啊？相对熟练一些的话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啊，就是会的。对，就我们不会，所以老缠一块。对，但没有问题，也很容易解啊。比刚刚好点，再稍微早一点。好，哎，来提下杆。哇，我钓，是吗？是不是？亮哥，你那边中鱼了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哎，等等等，冷静，小心杆。挂了个什么东西？等我仔细看一下。这小鱼、啊。冷静，来。是吗？我看一下，我还没看到，没看到。这是什么？哎，等。不是，那个是饵。啊，这是饵。哦，不是。有好几条鱼，刚才。对对，它会追你。不是，我这边能看到好多小鱼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哎，哇哦，哇哇，中鱼了吗？这是什么歌？我看，那不是，那个还是饵。哎，不是吧？又来了，这还是饵？对，还是饵。哎呀，子毅！前段时间那个像大鱼，我哦哦，前段时间那是发大水，然后鱼都被冲走了。亮哥啊，你们在那儿钓，我们往上看看有没有鱼。我们也要往上走。好，那过来吧。好。我在拉伸。哦，我以为你摔倒了。
我争取钓到一条鱼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觉得你是最有希望的。距离过远，准确。就是那边的话，可能会有一些什么鱼呢？我想一想啊，草鱼，对吧？草上的鱼叫草鱼。对对对对对，对，我在钓草鱼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来鱼了，来鱼了！哇，真棒！谢谢老师。竹节鱼，对，竹节鱼，这是另外一种鱼。好了 ，OK， 谢谢老师。哇，钓上来了！哎呀，哎，他掉速了，跟我刚才一样。我明明轻轻丢的呀！我现在过去。我好烂哦。没关系，溪流抛投本来就是比较难的，因为我们的障碍特别多。钓鱼这件事情呢，它会勾起很多的儿时回忆，因为家人呢以前就是会带我去钓鱼，抛线出去的那个声音，河流的味道，溪水的味道，这些东西它其实很类似，让我有一种安心的感觉。那边可能还有戏，我觉得，我去那试试。又一条了，咱们可以去那边了，我感觉。Bro， 走，我们撤退吧。有点饿了，我们回去搞饭吧。那管饱吗？那肯定管饱。走，走吧，回营地。开始晚饭。这个是卤肉饭的秘诀，干葱头。来呢，来，我要帮忙。我是厨子哦，我15岁就开始做饭了哦。那我们两个差不多，我15岁开始杀鱼。我9岁杀章鱼哎。来坐坐，帮你干嘛？就是要帮我炸这个干葱酥。OK OK， 没问题。这个是卤肉饭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。不是新的，传统的。就是干葱酥，在台湾卤肉饭里面是必须要有的。你不知道，好吧？
你可能是我一会儿吃吧。好，就是我可能就是说不知道那个你说那个是什么东西。嗯嗯嗯。开始啦！来，开始了。来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还做什么？现在我们来切香菇。啊，对，香菇要发水。为什么你们都觉得会有香菇啊？卤肉饭里面必须有香菇啊。没有香菇啊？有啊。你吃的不正宗，你吃的不正宗。哇，他台湾人，他怎么可能？你在台湾吃的不正宗。我们今天让你尝一尝正宗的台湾卤肉饭。卤肉饭，对。对好，我今天就要见识一下正宗的。聊来聊来聊去，哎，我们说的是一个东西吗？我们啊，张亮，卤肉饭。OK， 哎。来吧，好，我来点火，帮我炸这个干葱酥。那它是要大概炸到一个什么样子？炸到金黄色。嗯。那怎么样？对，挺好的，就让它静静的泡发就好了。Bro， 嗨，哎，来了，嗯，子毅，交给你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，冰箱里取十个鸡蛋。冰箱在哪里？冰箱在那里。好，那里。冰箱在哪里？今天刚到。对，因为他刚到。对对对。亮哥，鸡蛋在洗的地方是在哪里？洗的地方在那个水池子在那边。OK， 是哪边的？这边开吗？往对、啊、这边逆时针。耶耶。好了好了好了 ，OK， 好了。哦，我们都没有给他们打电话哎，我好想知道他们在干嘛。call 他们一下。你 call。我 call 他。嗯。Yo bro。Yo bro， 你们在哪儿啊？我们在家，你们晚饭还没有吃吧？你们吃了吗？我们在准备，你们回来一起吃呗。别准备了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准备什么？你们准备吃什么？我们钓了三条鱼，耶、yeah ！真的假的？你们不是去考证了？怎么钓的鱼？因为我们有鱼，对，那个有考证的这个地方也有鱼。结果他们钓到鱼了，我们没有。那你们，对，你们也得回家做吧。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弄完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往家走了，因为我们很早之前已经钓完鱼，钓完鱼我们去那个餐馆叫老板给我们加工一下。哦、oh, ，好的 ，bro， 那你们注意安全啊，路上。来 ，bro， 一会儿见。拜拜。你看，人家玩桨板的居然钓到了鱼，好奇怪啊。现在我觉得可以切肉。切肉，我可以帮你切。好，香菇差不多也可以切了，帮你切哥。你们是几条？两条还是三条？三条，比你们还多一条，还大呢。是在我们就是昨天玩那个桨板那边的湖、嗯、是吧？对啊。你们考试也在那儿考？是钓的什么鱼？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鱼。哎，昨天怎么没有想到去钓鱼呢？没啊，就是你们第一次玩桨板的时候。对啊，后来为什么想到了？今天不是，哦，主题是吧？主题是要钓鱼，我们嗯。去吧，早知道我们就都去了，就是吧？对，一个地方两件事也全干了。月哥，你以前吃卤肉饭里面有香菇吗？有的没有，对，就看做法。都有吃过。对对对，那我吃的就是真的比较少。南部的，南部叫肉燥饭。外卖到了，外卖到了，给个外卖。咱们的烤鱼，哎，我们的，哎，我们的，对，烤鱼。烤鱼车先放着，我一会儿回来拿。好嘞，要不要放谢谢、那个、哥。他们还以为是我们钓的。你跟你讲，他们说，哎呀，早知道我们应该也去。早知道我们就都去了。来，朋友们。Hello。我们钓了三条鱼以后，我整个人都飘了。你钓的？飘了。好厉害啊！但你就说我厉不厉害吧，综艺之神是不是眷顾我？不愧是桨板之神，真的，桨板之神吗？桨板女王，太厉害，真的。咱就等那个节目播出，让他们自己看。啊，可以
对对对对对对，可以尝一下。碧玉肠啊，还没吃完呢。然后呢，米饭大家自助。好。吃多少盛多少。对，你吃多少盛多少。他们那个地方前两天刚有一个什么发大水，嗯，就那些大点的鱼全部都被冲跑掉了。哦，那我们明天干嘛？明天钓大鱼啊？几点啊？应该是下午的事情。Bro，What's up, bro？What's up, bro？ 退烧了吗？11点我们出发。APB，APB。APB 现在还有10分钟，现在还有10分钟。我们是有少两位，还是说两位在那边等我？他们去拿饭，他们去弄饭去了。帮我那我先吃点肉吧，如果准时出发的话。你先吃个鸡蛋。来点啊，朋友们，来，浓浓你先尝。没有，你尝吧。那我等了，来，我给你弄。谢谢。Bro， 那咱们还是11点吗？准时出发。不是11点，现在有几分钟啊？现在还有7分钟，可以，7分钟速战速决。我给你盛点。速战速决。哎，对，11点出发。10点出发呀？哇，也没有人催我们嘛。现在10:55了 ，bro。现在还有10分钟 ，APP。你们都想骑那个吗？什么想法？我想坐，我不想骑，找个人带我就行。可以啊。我带你，让你感受一下风。好。别给我甩出去。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什么时候写今天的状态？今日状态？那个钓鱼前，路亚前，午觉之后，但午觉之后，我们的状态是不是会发生改变？会，对，所以才更真实。对，现在都是在想象，因为3:30我们必须出发，3点钟我们来填这个黑板，然后3:30我们正好出发。OK。子毅，真的很规则，规则人，特别讲规则。那有人迟到了怎么办？你可以定点惩罚机制，真的，我觉得就是按照你的风格来。我太想做 SPA 了，想让人给我推精油，现在就觉得好舒服。我想到了，惩罚就是那个人给所有人做 SPA。是1个小时吗？那得8个小时，一天过去了。可以给一个人，比如说做5分钟啊10分钟，或要么就是长一点，给2-3个人做。要不他一天都在做 SPA， 我感觉这个人就什么都不用干了，我就可以开店了。陈亮哥，你别走，我还捏没捏完呢。你那边有那个孟老师的电话吗？我要问他，就是是不是一样跟昨天定的一样，我们直接去。有这个。说不定他还在睡觉，我跟你讲。哎，喂，孟老师吗？哎，我们有一些问题啊，就是说在我们出发之前，我们需要带东西吗？装备的话是不需要的。哦，装备完全不需要带，然后就是说我们自己做好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防晒措施。对的，对的。我们大约4点钟到，你看合适吗？4点钟没问题。没问题是吧？洗碗呗。出发。出发！现在这个就出发。我们把自己的碗冲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出发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好，可以野了吗？我想野，可以跑起来吗？自己玩了，走喽！嘻嘻，走。
在沙地上千万不要突然拐弯啊。哎呦。哎，我们在这拍拍张合照吧。岳哥，岳哥，这边往这边看，一、二、三，耶！经过这几天相处呢，其实发现，我们还是很 match， 大家都在同个频率上，然后玩在一块。玩的怎么样？好玩，挺好玩，真挺真蛮好玩。好玩，好嘞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去洗个澡。我们现在回去洗个澡，然后我们三点集合。三点半，三点十五吧。OK， 最后一个接受惩罚。Yeah， 给全部的人18。All right， let's go。好，休息。